Hello，各位朋友你好嘛！嗱，呢一集嘅 b a n c h Show 咧，我会同大家分享喺点样用所谓不幸嘅经历作为你成功嘅武器，千祈唔好错过。好啦，各位朋友你好嘛！嗱，好开心喺呢一集嘅 b a n c h Show 同大家见面啊！嗯。 有有时我哋嘅成功唔成功，开心唔开心，好多时就系因为咧，我哋以前或者细细个，或者之前嗰啲日子发生过一啲事，令到我哋好耿耿于怀。又或者我哋所讲嘅系不幸嘅嘅历史啦，或者事迹咧，令到我哋觉得哦自己变埋一个受害者。点解我而家咁唔开心、咁唔好彩？就系、是、因为咧，我之前发生咗啲乜嘢。但系调翻转落。 我哋可唔可以用之前我哋所謂嘅不幸經歷，令到反而用佢作為一個武器，令到我哋而家同埋將來可以成功嘅啦、那個諗法係咪唔同咗啊？你睇睇你身邊嗰啲朋友先，點解我哋今日呢一集咁重要？好多時就我哋會会同人講啊，點解啊？你做人咁冇信心嘅？啊冇啊，近時我。 我系单亲噶嘛，系咪？又或者啊，因为我我之前我拍拖不幸啊嘛，咁所以而家咧我就对呢个拍拖就冇乜信心。以前发生咗某啲经历，令到佢今时今日冇乜信心，做唔到某一样嘅嘢，对佢成个世界改观晒。好啦，今日我想俾一个谂法俾大家。首先啦，大家要接受一个现实，就系、是、每一个人都有经历嘅。 唔系得你有经历嘅，我哋点解会有时咁唔开心？就系、是、我哋觉得我哋自己嘅经历系全世界最惨嘅，你唔会明白我嘅。啊，我又个个工作又唔好啊，生意唔好啊，关系又唔好啊，财政又唔好。只要系人，嗱，大多人啦，系咪？我哋面对嘅挑战一样嘅，系咪？或者之前我啲嘅经历系系有少少唔同，但系大家所面对嘅挑战系基本上个分别不大。 當我哋有一件事發生嘅時候，其實我哋有兩個選擇。第一個選擇就係話，我哋用呢個經歷嚟做一個你唔成功嘅藉口啊，定係將呢個經歷變為你成功嘅武器？呢、这、一個係選擇嚟嘅。而係有一個例子，我你見呢張相就係啦。嗱，或者你你認唔到呢個嘅男人或者後生仔係嘛？呢、这個小朋友，呢、这個小朋友當時應該十歲嚟嘅啫。好啦。 呢张相发生咩事咧？呢、这、一个细细路仔，佢两岁嘅时候，佢佢呢个爹哋已经离开咗噶啦。呢一张相咧，佢就系十岁。好啦，今次就系佢懂事嚟，佢第一次见佢嘅爹哋，亦都系最后一次见。咁即系话，当佢响成长嘅时候咧，佢冇一个亲生嘅阿爸咧，响佢侧边嗰度。惨唔惨啊？呢、这个经历，我听到都好惨味。但系你听完先。 再睇睇究竟呢個人慢慢演變成點樣？好啦，咁跟住佢個佢个佢爹哋離開咗啦，咁多世成世人未見過噶啦。好啦，跟住佢媽咪翻嫁，好啦，嫁咗俾呢個 Indonesia 印尼嘅男士，咁佢就成家係搬咗去印尼嗰度。咁最後佢媽咪亦都同呢個男人咧又分開咗。咁當時佢喺印尼嗰度又要搬翻翻去美國嗰度住。好啦，慢慢長大。 你見到呢張相嗱，你而家開始知佢係邊個係咪？佢話佢话好簡單啫。我單親，我冇一個 father figure 喺我身邊嗰度，但系我有個阿媽,媽。我要係承擔起一家之主嘅責任，我要照顧翻我媽咪。好啦，咁佢就響誒、嗯、讀書，響個 v 哈哈佛 law school 嗰度畢業。一九九一年，而家亦都做好多嗰啲嘅社區嘅嘅工作。 你見到佢個樣好 hippy 係咪？有好得意，擔住口煙係咪？好啦，唔單止咁樣，佢亦都係響啦，響 Harvard University 嗰度咧，亦都係第一個黑人，係成為佢哋嘅 Harvard Law Review 嘅嘅 president，帶住呢、這個呢、這个嘅 Harvard Law Review 係點樣寫呢個 review 係關於 law 嘅，第一個黑人做到。跟住佢最大一個 p r c t e r t 佢喺二零零四年，佢出席響、那个、那個 Democratic。 民主黨個 con 啊 convention 嗰度，佢當時咧係幫當時個民主黨個候選人阿 John Kerry 系站台嘅。OK，呢個 speech 就係令個 Barack Obama 喺成個嘅國際同埋佢國內嗰個嘅舞台咧，係突然之間爆咗出嚟。 有人識咗佢，跟住佢再立二次。佢經過今次，佢同自己講：我要向住呢個嘅總統呢個嘅寶座要進發。短短四年，佢就係變為咧。我哋識佢今時今日，佢就係做咗第四十二屆美國總統嘅 Barack Obama。大家咀嚼下 Obama 呢個故事先。細細個冇咗阿爸，係咪？跟住後个個媽咪再嫁個後父，又拋棄佢哋，又離開咗。 哇，好慘啊，係咪？若響大部分人嚟講啦，我都係，我真係好慘。我我我呢份人真係不幸啊，係咪？大部分人就會點樣啦？響身邊嗰啲嘅嘅朋友，唉、哎，你就好啦，你有爸阿媽，我又慘咯，細細個冇咗阿爸，係咪？你就好啦，係咪？大部分人就會因為咁樣咧，係撇咗落嚟，因為點解？因為佢覺得佢可以因為自己係咁樣嘅嘅出身咧。 作为一个嘅藉口，点解自己可以做一个咁撇嘅人？点解我唔长进就因一為我单亲？点解我成劈嚟？咁样我可以单亲？大部分人都系选择咗呢条路。你睇下系咪？但系调翻转，原来咧，我哋可以将人哋口中所讲嘅不幸咧，系调翻转变为我哋嘅武器。佢就话：我要照顾我妈，我要上进。 咁我要我要读书，我要读咯。跟住我要帮个社区做，跟住我选择选择做埋总统，系咪好震撼嘅成件事？系系由得你点样系选择嘅啫。嗱，除除咗奥巴马之外，我我亦都系揾咗几个好出名嘅人啦。原来佢都系单亲嘅。O、OK? K.，Hanna Reeves，《Matrix》John Wick 嗰个男主角。O、OK? K. o p e r a 全世界其中一個最有錢、最有影響力嘅嘅嘅女士。Justin Bieber 又係單親嘅，仲有邊個咧？啊，Tom Hanks 又係單親 n e o n a r d o 又係單親，見唔見到啊？各位，得嘅人咧，佢會覺得就算我個背景係點樣，有讀過書、冇讀過書，單親，就算係孤兒都好呢 系冇所謂嘅，係咪？佢唔會覺得自己冇啲乜嘢。調翻轉，佢會睇翻自己。我而家有啲乜嘢？個天俾一份咩牌俾我，我就用呢副牌打到最好位置。唔咪？牌，係咪？如果我哋玩 pair 牌啦，係咪人哋會派啲牌俾你？但你人生好得意，係比派牌仲更加係靈活嘅，就係、是、因為我哋嗰手牌冇得變嘅啦嘛。人生你同乜嘢人交往，你識啲咩人？ 你喺个 library 度读咩书？你喺个网上面睇啲咩嘅资料？呢一个系冇限制嘅，每一个人都可以攞到我哋要攞嘅资讯嘅，系咪？你就算而家穷极，就算你冇家底，我当学校都有啲免费 library，免费 library 啩？咁啊，学校冇，出边政府都有啦。 library 入边有几多资料啊？library library 入边有冇电脑啊？电脑入边可唔可上到 Google 啊？ChatGPT 有啲乜嘢嘅知识你揾唔到啊？咁同你系咪单亲有冇关系啊？同你成功有冇关系啊？冇系咪？你见到唔好因为你你系乜嘢嘅背景，令到你觉得你自己做唔到啲乜嘢？调翻转由今日开始睇完呢个 video，同自己讲，无论我系咩出身。 我都可以創造我自己的命運，因為呢個選擇嚟啊！各位得唔得？而家如果你覺得 O K，好下邊我 c 嚟 m 話俾我知係 O K。記住，儲個硬朗嘅人得唔得？Don't give a f，係咪？無論你男定女，無論你幾多歲，咩膚色，咩年紀，係咪冇乜所謂？我今年五十歲，嗰位朋友，但你話我今日我。 我拍這個影呢个 video 咧，今天是我,我今日系我生日啊！啱啱我今日五十岁，各位朋友我。我啱啱头先我诶照镜嘅时候，我见到即系开始我我啲胡须开始白系咪？但系睇住五十岁喺我嚟讲咧，人生啱啱开始冇几耐。我啱啱半年前开始学电单车有些，有啲人话咪去到四十几五十岁学电单车，咪耶？Yeah! 有咩唔得啊？ 就我相信我啱啱呢幾個月我練電單車咧，我技術係好過好多嗰啲後生仔嘛。I don't care，得唔得？冇限制，唔關你年齡时係個選擇嚟。係咪幾多歲你都學任何嘢？下一個牌我會學嘅啦，我會學埋揸飛機嘅各位。係咪無論你點睇囉，話話係咪無聊？係咪危險？係咪咩？呢個係你個講法嚟啦，係唔關我的事嘅。我下一個牌我會學埋飛機嘅，way 一到時下一次我係練飛機嘅時候咧，我會影埋啲影像俾大家睇下。 咁得，你你个生你个生活系点样？你自己话事，你可以好吃，你可以将自己变为一个嘅受害者又得，系咪？你将你自己变为一个好坚强，你选择你自己的命运又得。而呢个选择咧，记住系免费嘅，系唔使钱嘅，只需要少少骨气嘅啫，硬朗嘅啫。 都係嗰句啦，呢樣嘢唔使錢。OK，你你點樣睇呢一集的、那個個內容啊？各位，你你覺得我哋嘅點樣用自己嘅不幸嘅經歷作為成功嘅武器？你你點樣睇啊？喺下邊給埋話，話半個字。OK，嗱，如果你未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，記住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，因為而家我哋有好多係係喺呢一個 channel 先有嘅內容啦。 喺度打分享嘅，OK，跟 share 咗呢个嘅 video，如果你觉得帮到你嘅话，OK，like、OK? 住佢，有啲咩想同我讲嘅咧，响下边 comment 话我知。下集再见。